到的是最后总冠军赛的现场。那 SAO 小洛克他们的搭配是相当棒哦，零三配上的是 V2， 那要对上的是玩家也是说神搭配的莉莉跟宝桑啊。小护士匿名说想要玩刀战，就是不会玩刀战才没有选石头啊。好，等土豆这边练好，大家再来。嗯，这是冠军赛，玩玩。好，这边又是一个相同的场地哦，但是是不同的组合。啊，这两边的组合都是大家刚在稍早的比赛有目共睹的，看一下今天到底谁会先胜出哦，那这可能就是冠军的前。总冠军赛的前哨战，因为他们已经确定晋级了、喔。那现在是抢什么呢？抢种子队。V2的机体好像帅。刚刚那个 V2， 对 ，V2 配那个，一只 GB03， 对，然后就是对上就是 GG 钢弹跟我们的神爆伤。都是一个是导弹，一个是那个，要丢出那个导弹舱嘛？对，舱盒。嗯，对，就是没办法说都不打，因为你们都会被强迫的逼炸。好，那就是画面再来到了阿金斯这里。对，阿金斯。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他 ID 到底怎么念啊，那就是阿金斯。阿金赛，阿金赛，阿金赛。好，那就一贯的风格，血越少越要往前冲。对，人要比机体凶，没有错，冲就对了。其实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目标在哪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爆弹跟地图，哇，这导弹直接这样甩过去。因为，这场真的是冠军赛啊！因为10-10，双方讲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，随时都可能被压出来。你如果一个不注意哦，就是连掉两只，就是10分的差距。所以目前的话，比数咬住，血量也是差不多，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，这边吃到大锅。回头看一下，哇，对，一队哦，两边各有一个人中大锅。它又是一个焦灼的情况，15-10，真的蛮焦灼的，马上又被抓到一颗头，然后就又是15-15，哇！哦，帅，哇，你的，我靠！但是第一刀是背后被打到，然后，又被黏住，他收刀之后，因为你又被砍了一下，哇，对，你还放了一个地图炮，不知道有没有中，最后一秒也没中，啊，03在逃命的同时，把金丝给挂了。最后又被 ZD 的应该是导弹收尾，就是 ZD 导弹就是他的招牌，然后一复活就先丢 ZD 导弹，因为他需要一边 CD 的时间啊，然后我先丢在波这边，一二过来砍你，又来了，哦，顺利。一个是剪刀配布机，一个是石头配剪刀。机体属性来看是，好像也没什么差别。刚好都有一只机体可以吃掉对方的一个属性，对，那是这一个小地炮。
对 G103 嘛，那另外一边就是 V2 对爆伤。那我觉得不错的是 V2 有真的有牵制到爆伤，所以让爆伤不会这样子跑来跑去肆无忌惮。对对对，真的。然后当然是03对上的是那个日历，直接刀就拿起来砍。挂了，往后一退，倒掉。然后03在复活之后马上报仇，隔不到15秒就把利益给做掉。这边是躲在墙后面，手抓时机往前冲，直接要冲到 VN 的面前，还压中大绝，对，三个抓到了，真的，你那等很久了，觉得。那这个可能会影响比赛胜负啊，因为只剩下25秒，你还是要赶快吃掉5分。逼不得已先放了大绝地图炮丢下去，一开始是先黏住03，那看到一二复活，把炮头转向 V2， 只想要利用最后滴血多砍几刀吗？哎呀！因为这场输的就是四叶幸运草的手败啊，这是我们看到他的手败啊。哦，厉害哦！哇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爆伤输。SAO 利用他们的队名，就是他们的团名哦，是那个军团名哦。那边打相漂亮，一个人头的差距赢得了第一战胜利。那刚刚03是有抓到爆伤哦，用大绝把他抓住。嗯，我觉得他们也是，主要我觉得是 V2AB 刚好那个时候把爆伤牵制住，然后好让 GP03 可以刚好就是好好的对付。GZ 钢弹，这我刚刚有看到，有人密语说他很帅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就真的很帅。好，现在又是一个 PK 场，我有新香港的场地 ，PK 场这边就要展现一下阿金斯的刀法。这场不要客气，马上一开场就是一个刀法展现，干掉了03，马上然后又跑回去，包杀也非常奔放的一种前冲啊。这爆伤可能一看到这个场哦，眼睛都亮哦，就是非常奔放一冲线，不管然后他只要找到人就砍就对，然后利你就帮我补，连哇抓到了，快就有大绝哇，利利旁边在好大有没有挂掉，然后利二好像也哦。对，没有什么方法能阻止这一切，只是多打了一两下，变成他要遭到激活。这边一个刀砍下去，找机会往前吗？右前，这走不出去。那个气力放尽也是要挂的。好，那个利绕单有办法先在爆伤复活之前先把他干掉吗？好，利用一个瞬间移动，反而造成二打一。会拿一把一度的定住，一二这个真的不划算。他以为先可以稳稳的收掉秘密，但是秘密飞走，然后又被爆伤给补了几刀，所以那血量上就是亏了很多。补刀，那最后保命的地图炮应该是可以抓掉03。那看一下V2这边有没有办法最后滴血？哎，为什么没有打呢？啊，又挂了。爆伤还有火神炮，不要忘了。爆伤就剩一滴血，还打掉对手，真的是会让对手捶心肝。好，目前的话，再来看一下利益在远距离做一些，他又飞了。好，那应该是用完了。利益这边没有瞬间移动。那现在就是左右面对的是两只在一起的机体，把他们切开。然后利益打03，对，利二去爆伤追利二，爆伤这边在爆伤说，其实我要打利益啊。好，因为没有血了吗？挂了啊！看一下，爆伤也挂了，追回了10分，所以这比赛相当激烈啊，30-25了，30-25，哎，都差一个机体的距离。反而这一波是由 SAO 取得了优势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对，还顺利。事业要有点加把劲。打到了，要爆伤那边稳稳打、哦，虽然是在感觉地图上比较优势，再加上他的刀法不错，要稳稳打。现在目前是平了5分，目前的话是冠军赛哦，那 V
由 SAO 就是红队一分领先了、哦。那是比赛三胜制，这是第二场。那这场比赛的话，是事业蛮有机会追回一分哦。那因为地图是随机的，所以在有你表现机会的地图下，你一定要稳稳拿住这一局。好，一样是30-35。好，因为零三挂了，又拿回五分。这边又有刀法的展现，然后又是郁郁不淡，然后再跑，其他人都跑掉，他是在你附近，然后这机会再多砍你几刀，就是这样。爆杀好粘人呐、啊，是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他其实没有离开你的攻击范围，他老是去抓那个另外一只爆杀，还是在找破壁的蛋。哇！就有绿绿 V 二看到绿绿有机会把它打掉，所以绿绿被集火，又掉了五分。我记得我们那个 V2AV 这一台也是，好像也是得到一个技能的一个技能，它防御率也是非常的高。然后先用一个导弹，然后绿绿再补他一枪就挂了。这边是15-45，要掩住，然后绿绿的血比较不够。现在的话 ，V 2的血满了，就不要理他了。对，直接抓掉零三，相当漂亮。抓抓抓！所以现在是又拿到五分。现在抓到的是 V 二刀 ，ZZ 在补刀，所以。好，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十分打、哦。然后送掉五分，但是你要保。其实 V 二也没血了，会是追成平手吗？没做平手了。那这是又要找零三来开刀了。对，因为你缺五分，你就是想尽办法先抓一分，所以还有20秒。SAO 这边要打的比较谨慎一点哦，先往角落移动，往角落移动。好，零三现在跳很高，有一个瞬间移动，而且瞬间移动交漂亮，又避免自己先爆掉。最后会零三爆掉吗？果然，大家在追零三。那现在爆伤，爆伤去哪里？漂亮，绿绿用一个大绝把一二定住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由爆伤你要这一边。那爆伤就是先在旁边等时间到。哇，是最后的五分，追得漂亮，现在追成的1-1平手。1-1平手。那这一场冠军的话，就会拿到我们台服的首支黑色三连星的 TT 了。那我们接下来，好精彩的比赛，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哦、喔。他们也没有跟裁判说等一下、喔，马上赶快马上开始了、喔。他们应该很想喝杯水了，我想应该没有那个心情喝了，太紧张，这今天脑细胞死很多。场地真的有差，哎呦，这个场地其实我觉得还蛮公平的啦。在平面的部分是蛮多障碍物，那你只要一跳高，是一个算是蛮空旷的。好，看一下大家的站位是先站在一起。那零三就是护击嘛，所以他就先跳高高，做一个远程的攻击。那就看一下绿绿这边有没有做一个甩弹呢？哦，甩了出去。哦，绿绿就是，现在是 GP 零三嘛？对，我目前看起来应该是。GP 零三这边比较有优势啦，因为他是布机嘛，他还是远远的在打、喔，毕竟他的远程攻击力比较高。嗯，那阿金斯好像找不到点切入，然后柱子都快被打光了，都被打光了，真的。他们躲在大柱后面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。那血量的部分真的是完全没有扣，因为他们，但是冲了也没有用，冲了感觉会先掉十分哦、喔。先掉十分。好，我就找机会冲进来爆进来了，他好不容易进来可能就爆了，真的是辛苦他。这边有防的漂亮，因为之前的几场比赛都看到爆伤，只要有机会接近，他还是可以是一滴血挽回优势。对，但现在这样爆伤其实很难接近他们这样的。那爆伤有一些逆转的刀法，来，爆伤要追人了，一下，没有吗？还有。他这次追的话是真的也比较辛苦啦，那他血量还是瞬间掉，因为对手知道你要过来哦、喔，那目标当然就是瞄准你。这场事业有点危险，目前可以得到五分了。那看起来应该是 V2 表现不错，但是布机的优势也展现出来了。布机被击倒了。好，在旁边等。
有一个导弹在下，瞬移，瞬移，赶快跑，但没有用，还是挂。那如果他瞬移之后还是有持续的造成对手伤害，那个瞬间移动就交了下去。给你抓到近距离，就把他吃掉了，等很久了。你虽然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，一些我等你很久了。大绝就留来保命，甚至就是遇到这种机动性高的爆伤，你来就给你吃大绝。对。25-10，经过了两分多钟的比赛，优势来到了 SAO 这边。那好像没有什么突破性。他好像找到方法可以对付那个爆伤，感觉现在爆伤在这一场好像都没什么表现。那刚好不容易可以展现刀法，又一个瞬间移动，疯狂的空间。那好像对这个暴风很有意见，一直激活。瞬间移动了，还是要找暴风打架嘛？哦哟！哇，真的这一场真的是可惜啊，完全就是为了爆伤做准备。哇，这大绝相当华丽，大绝跟瞬移全部留给爆伤。爆伤过来做一个支援，那先打零零三，零三飞走了。还有剩下一分钟，这是一个左右夹击，那左边的是一。这点各打各的，好看一下刀法。出现了，爆伤终于可以整行威了吗？哇，真是连到就是四分之三的血量不见了，非常漂亮。然后他又是石头打剪刀，这个 DVG 真的是有准备而来的。现在只剩大绝可以救了他，啦啦，就是一二丢了大绝，打掉了爆伤。当爆伤一个刀法展现又扣非常多血了，对啊，非常精彩。只是这场比赛可能为时已晚，一开始的。状况就是没办法接近 SAO 这边，他们就是让他们接近。啊，50-30，好，恭喜 SAO 取得第二胜。那比赛来到了赛末点，那比一停牌，停牌啦。好，V2 是 EX 版的，对，相当还是连到 EX， 爆伤好像也有到 OC6。对，那上一场 MVP 大家应该就觉得 V2 打得相当不错，完全定住了爆伤了。我真的觉得爆伤上一场真的有点，然后城市战，城市战就是爆伤的机会了。露一下脸，露一下帅气的阿庆士，阿庆士加油！好，这场比赛会来到了第五站吗？还是会在这一场比赛画下句点？比赛现在开始，经过了30秒，目前还是在抓一个距离哦。的远眺镜头看一下双方，我画面有点晃哦，因为现在在抓距离啊，接近了利尔这边，哇，马上顺掉哟！开赛就让对手用掉道具，那这边看一下。丙三的位置，因为丙三的牵制往往会影响一场比赛的战况。这边好像那个 V2 走了，那来找你好了。感觉爆伤有点一点吃掉一只哦。那我觉得应该是对手强度不一样，你可能在16强、8强，你的刀法可能会可以 hold 住全场，镇压全场。但是在冠军赛，你的对手无论是操控性啊，或者是各个的控制上的手法，不像你贴过去，对手会 无力招架。现在他们都是有备而来，对，就 SL 是有办法抵抗你那个的冲过来，也是有解法。
那这场就没有像刚刚那么的悬殊啊。对，讲起之中，哦，这边有些一个高超的一个移动机体的技巧。哦，来了，机会了吗？要开大局了。瞬移，哦，又是瞬移，高超这场真的是有点亏啊。又是一个转角遇到爱，转角又遇到爱了吗？又是一个漂亮刀法啦。后面被追啦，马上绕了一圈，谁会砍到最后一刀？暴伤一砍，又收刀又跑，又收刀又跑。打我啊，笨蛋！没有了，好，还是被吃掉大。那他这样其实没有很亏哦，因为对手是江亮大球，那他只剩下一滴血。好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，B2AB 真的是针对暴伤有大绝跟瞬间移动。那他应该一开始不想教大绝。留着等暴伤来，等他很久。然后你暴伤又打不太到暴伤，然后说啊，大绝送你，真多。然后那个其实暴伤没有很亏啊，因为他也没血了，那能吃掉你大绝复活再来找你算账。然后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结果好像双方发威了，他血没有扣很多嘞。其实那血是这样子算扣蛮多，因为零三有过来支援哦，因为他知道你要收我的尾。收我的尾刀，那林三就过来多补你几枪。林三反而自己现在也没血，没血现在。哦，顺利，加上那个顺利。对。哦，对。好，现在蓝队是世界幸运草，就是暴伤二号机的队伍，五分领先，血量的话，如果被。抓掉五分就会处于劣势哦，因为两只没血等于十分在台面上要给人家拿哦。哎呀，果然被拿掉五分。那我觉得应该是两台，他跟队友没有血，然后他打法就变得比较保守，他反而感觉你剩下的几滴血没有造成对手血量上的损失哦。那如果你现在。我觉得暴伤在追大楼后面的那个技巧，想绑住转角啊，那猜测位置跟走位啊，技巧相当独到。好，目前又抓到了五分的领先，看一下零三在哪？零三在这边跟一那个对局。冠军赛哦，紧张世界比赛就是会造成比较激动状况，这是正常的。好，现在画面切开，结果暴伤他就挂了。现在又是一个，刚好提到就是你队友死了，你就会变成二打一的空档。而且你如果刚好又离对手近，这就会被抓。然后暴伤一出来，又是反而他也变二打一啊，抓到了。但我其实觉得蓝队这样其实好像没有很赚，因为暴伤他又没死，现在是平手，看可不可以先 hold 住这毒手，先 hold 住平手吧。对，这不能意气用事啊。对，好不好？没有人会怪你躲在塔后面。好，很好。那这场算是先守住了这一局啊。那平手就是继续打。嗯。你蛮有开赛，蛮有气势，那还是差一点哦。最后就是35-35，那比数还是2-1。2-1的冠军赛嘛，对，冠军赛打五战三胜，那 SAO 小洛克这边2-1领先。嗯，他刚平手，所以不算。再来。好，八门，那八门来了。暴伤表示，暴伤表示，暴伤表示，好好发挥，希望无穷。看我帅气的刀法。我都不知道这画面是什么，我就觉得暴伤真的很强。暴伤有点激动。他可能真的有点激动，
我的场子来了，让开让开，我的主场啊，让开让开让开。哦，对，抓了五分，那现在是 V2 打爆伤 ，V2 打爆伤，谁会赢？关键是淤血没有人摸到他。利益过来做一个支援，但是包商现在要小心03一个枪哦，这个枪就被他打过来，在03的位置，03知道自己处于劣势了，所以他远离 战场相当远。看一下 V2A 在这种战况。哦，好痛，不太划算。那个 ZD 没扣什么血，那结果 V2 反了，快挂了，掉了3/4。重点是爆伤没有死，爆伤在挂，爆伤，因为他们在找时间点可以先把爆伤处理掉。现在有一个落单的机会，但是他开了大绝保护自己，赶快跑，快逃啊，快逃！啊，还是挂了。哎、欸，没有死，没有死。刚刚的画面是。抓掉，然后挂了 ，VV 还是挂。看他爆伤，这时候应该要先跑。爆伤是大绝，这又是一个二打一的情况。我觉得 SAO 都有掌握到对手先死掉一只，那等复活的时间的这短短的秒数，再去吃那个落单的血量。那刚爆伤就是因为 ZD 挂了，他没有队友的情况，马上被 SAO 夹击，掉的血量有点多。嗯哼，那照目前的情况，他们其实也没有拿到八门的优势，因为他们像之前的比赛，他们在八门是还蛮悬殊的，目前看起来像没有这么一回事。爆伤一定要加油，看一下精彩的二打二那个宙斯赛吗？又来了。爆伤的惯性就是把大绝留在最后关键时刻，就是快挂的时候一个保命技啊。那其实他放完大绝，他也不会跑太远，再找机会再接近。哇哇哇哇！漂亮，瞬间移动，马上让对手交掉速度。其实好像近距离真的打不赢他，抓得很漂亮，往这边又抓到，又是一个四刀，够狠，真的只能这样。包三哥真的很帅，而且他冲刺的落点都相当漂亮，冲过去不抓找到出刀的时机，啊，这个没血又换到大绝，其实哎合啊，可以啊，但是分数是没有领先，要先我就抓在 V2，VV 说 V2 我来，没错，然后 V2 之后现在要去找，两个人都在找03。你在哪？03在哪？然后03表示说：“我要跑，来找我，快跑，来找我啊！”因为雷迪来了，刚好八门有一个地图的推进器，刚好两边在那边跑来跑去。对，那刚其实03刚表现得很好，他就先躲起来了，第二复活，那好像也没赚到什么太大优势啊。4月的血量又不太够。就是会输掉，剩一分钟。我看这现在应该是爆伤打 V2，那看谁可以先活住。嗯哼。哎，刚才对爆伤来说，他们这场是被滚战。对对对，他们滚得掉。那现在就是要抢 V2 这五分。对。OK。这五分抢下来，然后赶快再拉开距离。我抢到了五分了，现在剩30秒。剩30秒，爆伤会打得比较保守吗？还是会继续把神机士给抓掉？他好像去找03去，继续冲，这是好，这条好汉呐！拼了！哇，跟他挂了！其实这怎么说呢？这该怎么说？其他勇气可嘉，真的，不会吧？不会，哦，你会挂吗？没死，平手，好有平手了，哇，真的很刺激啊！那以一般线上玩家来打，我相信99%不会冲了。但我觉得阿金斯他就是这么的帅，对，他真的是跟你拼了。我就是要拼分数，我没有要拼那个，我拿五分赢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黑色三连星就在眼前了，一定要拼一下。
现在是在演哪一出？真的太猛了，这个。对。但是还是相当可惜的，因为他在八门没有拿下这场胜利哦、喔，因为地图是随机的、喔，你们不知道下一场是哪个图啊。嗯哼。所以他错过了追平比数的机会，现在一样是2-1，连续两场平手，5-3要出现那么多次平手，也是相当厉害。出撃です。我们又来到那个 SD 三国传的地图啦，古色古香的地图。今天这个地图还蛮常出现的。主播是没有特别喜欢暴杀，但是对他的打法相当跟刀法相当敬佩啊。对，而且他的，而且就跟看棒球一样，喜欢看打击战，他是一个近战角色，所以就是，我真的觉得暴杀真的是怎么讲，他不怕被打，对，他只怕打不到人，对，知道吗？没有人给我打，对，就是然后现在又是拉开，这会像第二场一样吗？如果跟第二场一样的话，会是。布基这边占优势哦，就现在爆上先靠 ZZ 钢弹先消对方血，看一下血量，好还好是没有像第二场一样一直被远远的打。好，现在是两边都站在屋顶，那可能杰伦跟温岚有来嘛，那唱一下屋顶。我觉得有点冷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冷，因为都不打，先唱首歌。那我们就是要酝酿一下哦，对。暴伤在这边做假动作，然后让对手觉得他要从下面绕过去，其实没有，我还在屋顶上。哎、欸，假动作。然后这边有发现出刚刚第二场的那个状况哦，其实你不打零三这边蛮有优势的哦。对啊，零三就是一直用脑弹枪啊。对，那莉莉又没血了，丢过去你们自己就想办法这样子。重点是你这样拖5分钟，很快就没了。对。那我觉得爆伤其实他需要时间让他砍分数，那追分蛮快，就怕没时间。可是屋顶就是不好上去，你看他现在要到制高点了，上不去，又是制高点的问题。哇哇，这场不会就这样？这场我觉得爆伤还在想办法吧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主力都在爆伤嘛，ZZ有点算是支援型的。哎、欸，那会有0-0的比赛吗？可能又要真的，难不成又要凹平手？但 SAO 这边血几乎没有掉，你如果被掉了5分，那 SAO 在剩下1分钟利用瞬间移动，可能就会造成一个0-5的比赛。他们可能还在。刀商应该不会想要躲啦，他真的是没办法，不然他如果想要躲，他上一场应该就先抓下来。好，那这样可能啊，不然先就是跟棒球一样，英语言在握手言和。也没有，不过玩家说的也对啦，就是这时候沉住气真的蛮重要，不要急，因为谁先急谁就先出包嘛，就是可能就会被先被围死。对，但是那血量还是。因为导弹仓还是在丢、哦，下去了下去了 ，B2AB 下去了，卡车人吗？还有 B 站喽，来来来，爆伤也忍不住了，爆伤来了，哦哦，哇，哈哈 ，ODD 有抓到机会，让零三扣了蛮多血，那 ZZ 可能会吃掉10-0，时间还有1分20秒，那血量的话，其实对。事业来说没有，其实还是有机会哦、喔，因为血量已经不多了，只要做一个完美的攻击，不要掉，然后再抓，先把03，零三有机会砍掉吗？哇，三开了大绝，而且是吃两只，吃两只，哇，两只大绝都被吃，有机会的比赛，现在就是先打掉零三哦，哦不是，再把双大。对，是另外一边刚哦，也是刚刚那边也开了大局。那这就是要找 V2，V2 40秒找 V2，V2 你在哪里？零三快复活了，赶快把好，啊这边快逃啊！真的不能再说罗雷天啊，真的要跑了。
难道挥平手也是个战术吗？是吗？那就太冤枉，因为其实他时间不够了，那比较硬拼。弟弟小心一点，弟弟钱多了。好，03要来找弟弟了，妈，我要打到一下没死，两下，三下，挥平手，他跑好多好，好跑去。水沟里面开始，莉莉在哪里？莉莉出来了，发大决，没有中，但是时间够吗？两秒、一秒，他会爆吗？不会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！哇，太屌了，这真的是僵持战吧？这是延长了第几局了？第十二局的延长赛吗？第十二局延长赛。好，这局没话讲。对，我觉得包装知道自己。他们那一组知道他们自己有点就是比较劣势，但他就是一定会先掉两台机体，但你一定要用第二条命换回两台机体，那最后又是一个平手，打得相当漂亮。对，这也是一个战术啊，不然刚刚如果太奔放冲出去的话，然后呢，他刚先躲在桥底下，嗯，那对手一定会靠过来，那一出来他自己先出来放大绝，他没有先等对手来，你可能一个光速枪你就挂了。然后他最后这一滴血可以让自己活命，其实真的也蛮屌的。就是来到这个深，这个深海吗？对，这个场地也是真的是。哎、欸，那如果这种场地会影响那个爆伤的那个移动吗？因为它主要是打移动，对爆伤来说有点吃亏。个人觉得有点弱势。好，就靠爆伤的神技术来弥补喽。逆境中求生存。对啊，我对爆伤真的很神。对，要。我们现在要前面是楼上 PK 了。对，楼上这个空气比较好。虽然这个 SD 的机体是不怕没有氧气的。哇，布基果然先来抢一下制空权。布基没有写一个，先闪掉，留给爆伤。爆伤没有掌握住这次机会，太急的出刀，反而没有砍到。对吧？就收掉。多扣了一点血。然后他在追 V2 跟爆伤在做一个 PK， 来从 V2 的画面来看一下他怎么躲，好像躲不掉啊！哦，爆伤发威喽！那也是因为 V2 做一个干扰，所以让爆伤多了出刀的机会。最后是机会的这样子，哇，这边打闹了是刚刚好，没有拿来刚刚好，没有刚刚好侧面吗？对，打侧面。血量的部分有扣不少，这样算扣不少。在海底、冲上去了！然后他们现在是真的，也是啊，在上面打的是比较。对，现在是事业，先在上面等。谁哦？他就在这，可能还在讨论战术哦。老定球棍。我冲天了！冲天了！四台都冲向天空，现在做一个交战。可能在等一些武器的。滴滴哦，那一冲上来，大家，冷放就放，大家来拼了、哦。那零三又被爆伤给收掉了。血量的部分，事业这边要赶快多抓一些优势哦，让对手的血把它减少，不要以命换命，以命换命还是有机会被扳平。但其实还是很危险。对，你看现在就又感觉血又被扣了。有平手，那你血又不多，然后拉回来了，而且你现在是不能输的局面，你现在2-1落后，莉莉被黏住，哇，这个布基当石头机在打哈，零三也是打得漂亮，你说你不打，那我直接给你打，哇，你是布基当石头在用，好，那来看一下复活的爆伤，爆伤又来了，比如说零三，你这家伙这一滴血你在哪？把他找一下零三，看到，又不划算哦，因为血又扣了一半。好，最后是由 ZZ 收掉了零三。那目前的话，血量来看，双方战成平手，血量由 SL 比较占有优势哦，因为有一个满血的武器，要想办法抓掉 V 二嘛。V 二这边血量扣的有点多，有可能会先挂掉，被取得25分。第二次放了一个大绝，对，他会把这个美好的大绝，但是不够，好，
因为是剪刀打石头，所以不够力。剪刀打石头，爆伤会把枪拿出来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！爆伤，爆伤真的很猛。因为别人在怕，把枪拿出来，这边又把刀拿出来砍。发生什么事呢？为什么砍不下去？因为第三把大姐交出来，又挂掉了。秘密。那我觉得这场应该会平手。平手吗？应该还是有办法平手啊，因为是两条满血，如果抓不掉，所以爆伤就要凹平手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没有凹平手，他们是要抢平手。03，你要跑去哪？果然没有错，抓到了03。那这边就是一个刀法的展现，会干掉 V2 吗 ？V2 想说我要跑了。哇，其实这如果把 V2 连死，就拿到35分，很可惜啊。对不对？现在又是只剩下23秒，那比数还是一样30分比30。哇，这要打吗？这两边，两边，哦，15秒太紧张，这边要冲。啊啊！爆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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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龟，爆伤龟，不要沉默了，看一下对手在哪里，对手在天空外面，在外面是一秒平手。哇，哎、欸，他利用一个瞬移想要抓爆伤，这是连续3场平手。哎、欸，他如果提早用，或许会不小心抓到爆伤。我真的觉得对那个 SAO 来说吧，他们这场胜利也是很难拿到，虽然说听牌了。其实他最后瞬移怎么会交在一秒的时候？那如果5秒、4秒先交，或许好死不死有遇到爆杀。嗯。哦，好，感谢玩家提醒，了解。是不能狂闪就对。好，那目前的话是完全没有跟裁判说，哎、欸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吧。我们也不用休息了，都冠军赛了。真的吗？这我如果我比，我一定会喊暂停啊。不知道手会不会在现场，会不会一直在抖？出撃です。这个场地对包上来说，而且场地是今天第一次登场，对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场地了，是一个。SC 刚刚初期就有一个场地，军舰嘛，是一个建筑物，对，就很多隧道。好，滴滴的一个倒地炮被击中，扣了大概20%的血。我来了。2刀、3刀、4刀，又在对地 A D。然后03跟秘密打得很开心。好，现在是一个2打1哦，对 V 二比较吃亏，所以他就被黏住了。爆伤这边打得漂亮。来四大绝了。然后复活的03就是一条好汉了，马上就造成了对手损血上的压力。这个导弹仓打的是爆伤吗？爆了。目前双方战成平手，血量的部分是由事业这边占有优势，啊，一这边可能一开大吗？对，然后刚是滴滴开大，那就抓了一颗宝石，说那他也没血了、啊，这哦哇，刚有一点被卡住了。刚是我觉得滴滴打的比较好，因为他爆伤刚有一个前进是被刚好被转角卡住了，没冲出去。对，感觉在这个角落他打的不是很顺。没血，看一下别人在干嘛。秘密在高台上对着一二攻击，哦，漂亮！不行，那就交代就掉了。所以，我看一下爆伤挂了。
小洛克没有写，小洛克要先让他倒掉，小洛克挂。而且就是20-20平手，而重点是两只没有血的血量其实也蛮接近的，尤其是这样多的情况。就没有看到阿金斯把刀抽出来连一下，两只都在隧道里面，那就丢了一个打扮仓进去扣点血。一二来到了门口。哇，你感觉被激活。爆伤这边可能要先跑哦。爆伤现在是120的时候。爆伤。哇、哦哦、太大了，他把时间先补住。那绿绿出来之后赶快对他补枪。对对对对对。来了爆伤来了。哇，被开大绝。砍了两下，那零三发现苗头不对，要只好开了大击。没有死，就算你出布我也没死啊，还是被狙掉。好，果然是布击还是对石头击有一定的伤害在哦。那目前的话30-30，那现在打点在一二这边，小洛克剩一分钟，那这场应该是对事业比较有优势哦。他只要先抓掉了小洛克，那利益不要死。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小洛克这边又没有血了，补得到这刀吗？这下位拿出机枪打也没打到，利用一个收刀增加距离，哦，中了，哇，这转角砍下这一刀。然后这边神机士想要先抓掉五分回来，但发现爆伤在追我，抓了五分，但是爆伤，我的五分还给我，但爆伤没有血，这边可能会输掉比赛。哦，没有，这大绝发得漂亮，但是被顺掉，该不会？但是可能，我觉得可能会输掉，因为他没有血了。谁抓掉这五分，谁就会赢啊！哦，挂了，听牌了，九秒，我在哪？我在这。加油！平手，因为大绝抓到了。哎、欸，来得及吗？两秒，来得及吗？哇！GG又平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只能说，真的，他们拼了，真的是很拼啊！连四次了吧，还三次。我记得是4次平手了，连四拉四，老板收钱呐、啊！我觉得真的 S A O 真的这一场，这他那一射很难拿到。S A O 想说是怎样啊？可不可以让我赢？我想吃饭，那个外面40夜市那个先葱油饼先来一份。然后那个季军的想说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们还在打？好，季军可能已经颁奖了。哎、啊，你们搁在怕？好，来到了第八场的比赛，目前的话是 SAO 2-1领先。那要打的是5战3胜制，但是他们已经打超过5战了。那已经平手4场了吧？如果平手，对，平手4场，对，就前7场有。3场胜利，然后4场平手，那目前的话第8场秒杀的话，应该会是红队吗？因为爆伤没有血的时候特别的凶哦。我没血就是要冲，挂了，还是会没有气的。那看到感觉刚是有停下来，那 V 二抓到一个时机补他一枪。然后 V 这边也连爆2只，目前的话有。SL 取得了分数上的优势跟血量上的优势，因为03其实没有扣太多血。好，现在有5秒的2-1的机会，好像是哦，现在是没扣血，然后03挂了。哦，所以刚刚其实就有刷大的，只是我们动画没有听到，我了解。然后03翻你去。
好，大家赶快把不愉快的事忘掉，回到精彩的比赛。那如果没有停赛，应该是现场是没有问题的，是画面上的呈现是有点异状。然后这边可能爆伤又被抓掉，那谁开了大绝？开了大吧 ，V 二的血量的削弱，你也没有血了。临死之前丢了两个导弹。这场可能 SAO 说放饭了 ，SAO 我不跟你们打了，我觉得。爆伤不会这么简单的就放开这一场。目前的话是剩下两分半钟，那目前有 SAO 领先十分哦。金牌的话打点是只有五分哦，而 V2 这边有五分在台面上可以拿。好，只差五分，但是神机是没当啊。神机是是真的卡了吗？可能就又要重赛哦。如果卡的话，就是要重赛喽。Hello， 立三说，哦，都是你们害的，他真的肚子饿了。哎，我要先去讲关。好，立三表示说，我要先吃个饭，吃个立根。欸，其实他好像有在场上，好像只是观战画面找不到他。对，他还在场上都爆了。对，现场官方人员也没有说这场比赛是停止的，就比赛在进行中。那这边 V2 被收掉。好，那应该就是观战的画面，现在是搜寻不到林三，但是林三还是有在场上做一个攻击，因为远方还是有一些光束哦，应该就是林三打过来的炮。好，所以玩家不用太紧张，我们就把焦点放在 V2 跟爆伤的对决。爆伤没血，先往后退。那等利益大绝，对，看因为零三一直有在场上。哇，还剩下30秒。如果这一场。在现场上面是顺利没有问题的话，那目前是接近台这边的优势。好 ，V 二出来一下又被把血吃掉，又掉了一分。没有，就应该是，虽然是没错，画面上找不到零杀，但是应该是他在现场的比赛状况是正常的。或许。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这边 V2， 他连续跳跳的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好，刚太紧急哦，画面又没切掉。那就是刚有得到那个，大家也有看到，就是五万块怨念的狗板扣晋级了，所以他可以在总冠军赛来一个逆袭哦，或许可以最后真的拿到5万块。那可以，他有2个礼拜的时间，可以再增进一下技术。好，目前的话就是一个强尾局哦，一个2-2的平手。那这个就是平牌局，那场地的部分好像是。上次在这边打成平手，对。大家回想一下八门那一场，事业就有点可惜了。如果八门那一场吃下来，也是3-2获胜。有这几个砍加跑，
扣你血，而且还逃你的招，相当漂亮，取得了五分。爆伤，而且又是一个没有血的爆伤。爆伤真的是很可口诱人。然后在走廊的部分，日翼收掉了零三，那个好像隔墙发大绝，去去去去去，点点。然后发完大绝之后，爆伤就说：“然后我冲了，那个是你跑掉了，那现在看到目标了吗？没有气，没办法追近他。放了大绝，哇，一个空中定身，那莉莉在哪里？莉莉死掉了，没有人帮他补刀。打掉了爆伤，那没有血也被一收掉一个，刚好布克石头啊，剪刀克数。那他会有粘到 V 二吗？有，但是有多大觉得又爆伤，也就是要吃我大绝。好，强寡他，那现在是25-20，但是。日日的血量，会是追捕的打点，那爆伤的血不太够。好，打到剩1分50秒，其实双方算蛮接近，因为如果把鸡该收的头收一收，应该也是平手的。好，没有错，比数跟血量都蛮接近的。现在看一下，好，先来抓一下 V 二，让 V 二扣了一点血，那日日又顺利的打掉零三。这边如果可以抓掉二打一的话，抓到 V 二有吗？没有抓到 V 二，但是有让他扣蛮多血的哦。哦，有一个地图炮保命，但是打到哪里？打到空气吗？没抓到，毕竟你在后面可能闪到，那他可能要补他一刀。哇！爆伤就躲得这样漂亮，一滴血连零三都打不到他，不知道躲去哪。啊，挂了。现在又是 V 二的球，那刚那一波就打出一点。赚到一些优势啊，因为他让 V 二没有血，所以在最后阶段哦，赶快把 V 二收掉。好，上来了，五分赚到，还有二打一，背对着敌人赶快跑。哇，林珊这边漂亮啊，边逃还可以边干掉莉莉，哇，那变成。爆伤落单，他不得已赶快交闪。哇，这真的是太夸张了！那个零三这最后几秒，最后几秒喽。他边逃打掉 VV， 然后爆伤想说不行，要赶快抓掉这五分，反而自己挂。啊，最后还是要改掉。看来，决定了胜负了，只要瞬间移动。然后最后应该就是零三，然后零三想说你们都没有关注到我，其实最后的 MVP 是我。你们都在说 V 二跟爆伤很强，点点加沙瓦根。好，最后在零三的优异表现，真是边逃边杀人哦。那个二打一没有打掉零三，然后反而让他跑掉。那我们就恭喜。那在收掉莉莉之后，又被一个二打一的爆伤，所以最后就连掉了两颗头。那恭喜 SL 获得今天比赛的胜利，赢得了北一组的冠军。那明天同一时间也请大家准时收看北二组的比赛。今天的转播工作到此为止，我是主播土豆，我是
大家所说的路人讲评的，我就是铁男。好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晚安，拜拜。